Hello，Coco G，猜猜我现在在干什么？为了拍这栋房子，我把无人机飞到了树上，在这里。这就是母亲节还在工作的我，现在在等我们家娃爸爸过来，想办法把它弄下来。就为了拍这栋房子啊，这栋。因为今天风有点大，所以呢，飞机飞离了航道，冲进了树里。那我们现在等救援吧。好在这个公园风景优美啊，我也不至于很窘迫。还有小朋友在玩水，孤独地挂在树上，因为它是在飞行的状态被挂上去的，所以呢，就是它停止了工作，被吊在了那里。来了来了，救援队英勇地来了，拿了一根大长杆子。幸亏曾经买过一只大长杆子，杆子下不来了。这根杆是在超市里买的，哎，它自己滑下来了。当时买的时候，我就没吱声，我就觉得买杆干嘛呀？这么长的杆子买它干嘛呀？哎，掉下来了，结果。果然派上用场了，估计这个无人机得换桨片了，这么挂着它肯定是变形了。撇标枪的运动员上场，就是不太准。啊！那你这样能打不坏吗？啊！下来了，下来了！Oh my god！我还没在上呢。杆子还好，腿儿没了一个。看，伤势惨重啊，腿儿没了，还要去救杆子，要不然你再弄一根杆子来救他。爸爸说要用无人机把它给撞下来，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，还是跟他说拜拜吧。这无人机的质量啊，真是好啊，摔下来那么高摔来没事儿。